妈，那安尼我就老实讲，你莫生气啦。我去志成公司，甲因讲，因的产品去用仿冒去，大家拢真生气啦。嘛有听我的建议，讲要提高啦。甚至伊向甲我卖下的嘲讽，嘛支持我的决定啊。啊，敢若莫妮卡啦，伊就甲别人无共款，一直想要息事宁人呢。我就感觉哦，足奇怪。每一个人做法拢嘛无共款。 意见哪有可能相共？你有讨论出一个做法就好啊。妈，啊，不过莫妮卡唔是迄种息事宁人的人呢。伊无理哦，要怎甲有理啊？啊，有理的时阵，佫叫人跪啊，甚至叫大家放弃权益，你袂感觉奇怪吗？所以你即摆意思是讲？ 莫妮卡甲科比的代志有关系，伊食我来说我话就对啊。无见过，我是唔敢安尼讲啦。啊，不过伊的态度真正甲一般人无共款啊。妈，你若咧处理这件代志的时候，我建议你莫插了伤心啦。要若无，你是因为爱查某囝去互误会，讲你是为何伊，安尼大家对你无谅解。莫妮卡虽然讲足骄的，处理代志嘛足感情用事的。啊，不过伊对出来的人哦，还是足要紧的。我相信伊做代志有分寸。 我当然相信妈你的判断啦，啊，不过我嘛是要提醒你啦，人伫咧看别人囡仔的时阵，拢看了真准啦，看家己囡仔拢会看较走精啦。你即马是找头路要互我做，还是咧教我安怎管查某囝哦？我是烦恼莫妮卡佫会做唔对代志，一错再错啦。我知影你真烦恼伊的情绪啦，啊，不过我做你的媳妇，我看到问题的时阵，当然嘛要互你建议。我问你，志成公司的产品叫人copy。 这件代志甲你有关系无？妈，你哪会安尼怀疑我？我伫咧公司求表现是要掠款，甚至做过偏激的代志伤害着别人，这我拢承认。也毋过这并不代表我会去交给别人来反背公司。你著直接甲我讲，有还是无？我无。你伫想来甲你讲啥？是毋是江明月？明月即摆心思拢放伫咧生囡仔的身上。 伊无时间管你的隐私。上好是安尼啦，你替我去甲伊讲，你莫骂我乌啊，若无我袂互伊好食困。就算讲伊违心，我嘛会冲甲伊闹天，叫较细腻的。莫妮卡，不管安怎讲，大家拢是一家人，你莫愈讲愈超过哦。其实代志还袂发生正经哦，我早就伫咧怀疑你啊。妈，迄天我去找你，你啉酒醉，我看到有人传讯息予你。 叫你赶紧甲志成公司的机密传予伊。你甲我讲，你到底有安尼做无？我无。迄个人是志成的竞争对手，无毋对。伊想要甲志成舞我倒，我知影伊野心了后，我就真奇怪伊啊。你奇怪伊？因为我无想要趁这种无良心的钱。夜花甲明月，伊本来就最看袂起我。 因若是知影我摕公司的钱包来趁钱，安尼伊会一世人拢看我无。我袂让伊有这种机会，我一定要证明我家己的实力。莫妮卡，伊讲安怎？好，妈甲你回信嘞，我无应该互你失望。好啦，既然你讲无吼，妈就相信你。啊，不过我阁爱甲你提醒一下。 你上好是卖做一款食我来说我话的代志，啊若无，卖讲是阿嬷无法度吞忍你，到时阵连我即个做妈妈，嘛无法度原谅你啊。哥，嗯，啊，恁来看即个纽仔，看甲安尼戆真戆真，这是要用伫咱的衫顶面，还是讲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啊？无啦，这纽仔毋是要伫咱的衫顶啦，啊，毋过即个纽仔甲阮妈发生车祸是有关系。 我妈人吼叫我送去病院的时阵，伊甲这女娃一等伊就出来。啊，伊唔是有车弄着，啊，想怎要甲这女娃一定等伊出来，啊，这女娃佫是啥个啊？我唔知啦。我若知讲我妈发生哦车祸，这绝对唔是意外，这代志绝对无参照表姐讲遮尔单纯啦。而且这女娃的主人是最后一个我妈的人。 我一定要查清楚，伊到底对我妈做了什么代志。刘啊，我来叠家哦。什么意思？
你知影这女娃是谁的啊？这应该不是你的女娃吼。这不是我的女娃，这陆克的啊。你哪知道是陆克？啊，就前两天伊在办公室，我看伊三个女娃落去啊。啊，我甲伊提醒，伊讲唔知影女娃落伫什么所在，因伫什么所在捡到啊？我就去给伊。哎，唔免啦，这件代志先卖陆克知，吼。我问你，为啥你要安尼做？我无啦，别讲啦。这是要有客户的合约，你若连顶头客户名拢写唔对，这是上基本的。啊，若不是刁故意，无可能犯这种错误。原来是这件代志啊！安尼，歹势，我即马给伊改改。等下，你喺公司外久啊，竟然阁会犯这种错误？安尼，我真正深深要怀疑你是不是去予咱竞争对手买手去啊？无这款代志啦，这是我家己无说你的，是嘞。真是嘞。哦，那呢，我马上要询问清醒。哦，我知我知，医生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哦，多谢。报告，阿姨即摆状况安怎？医生讲，我妈伊的状况啊，真好啦，应该今日就我就清醒啊。真是哦，恭喜你呢。少将，我这代志处理煞，我赶快去病院，啊，公司有交你啊。嗯，没问题。Look， 你要去倒位啊？我去改做了。手机是偌济？无啦，你。要我手机怎样？无啦，我要试一下购物 APP 的啦，起来啦。没问题啦，哎，多谢。喂，莫妮卡，你是妈妈从过一辈，叶志成老母有可能真紧要要清醒啊。对啊，你卡手较紧，那无你就总别让抓伊关。来，阿金醒过来。甲大家讲是我伤害伊，安尼我都害啊！阿金，是你啦，干那人牺牲你啊！你拢在遮？无啦，我来看阿金敢有较好啊？阿伊在无在病房？伊敢清醒啊？你阿知我妈清醒啊？我来看阿金，伊无在病房，我多问两次，可以清醒啊？阿伊敢真正清醒啊？伊清醒了哦，敢来讲啥？也袂啦，我妈哦人也袂清醒啊，是病院啊替伊转病房啊，我过来顺顺看看，看啥物件无摕。啥物啊？是讲才拄好，我妈转病房，你又出来看伊，即我怀疑讲是毋是有人甲你讲啥？志成，我即马知影外口有人卡比你的产品，你会开始怀疑东怀疑西，甚至会怀疑家己人。要毋过这件代志真正甲我无关系，我爱你莫去追究，迄是我希望你会当持续创新。因为持续创新的人，才有去人模仿的价值。敢讲狗咬你一嘴，你得都要甲咬转去哦。咱要讲啦，今日男生会讲你是我的表姐，要凭你的公司，你甲大家袂合。上班的时阵你甲我饮酒，而且佫这是客户顶顶的行为，我早就请你离开啊。我无安尼做，我是代念讲阿妈也佮阿哥因的温情。我嘛顾虑到少将，又搁有嘲讽伊的安保情，我更加珍惜我甲表姐咱的家底啊钱，安尼你有了解了？我知啦。哇，既然呢，你会当想看卖，有啥物代志是你知，你煞无甲我讲的，我会当甲你挂保证。你会当提出问题，我就愿意改善。只要你愿意甲我讲，就算讲已经发生的代志，我嘛绝对袂搁对。安尼听起来，志成一定有在怀疑我啥？伊爱我自首，就是要给我机会。我
敢要相信？阿生。小姐，你是要别个讲啥？好啦，其实有一挂代志，我跟恁来真久啊。今仔若不是恁问我，我嘛歹势跟你讲。要唔今仔真多谢你给我这个机会，阿廖代表讲你真重视我。当然，你请讲。老实讲啦，我感觉雅慧太过靠势啊。伊靠势，伊是你的太太。伊伫咧公司讲话无尊重人，万项代志拢爱经过伊，伊阁讲我爱掠权，其实是伊讨厌我，因为我靠着伊势。当然啦，我无应该伫咧夜会无爽快的时阵讲这话，要毋过今日既然你问我，我就要好好回答你。毕竟这嘛是对公司有帮助的代志啊。就安尼，除了夜会的代志，你无其他代志要甲我讲？归去，咱就将错就错，予大家抓准讲，咱得爱卖，你感觉安怎？安尼就当保护我。阮姐啊，已经看到咱得来往啊，我是感觉用爱卖这招也袂歹啊。大家看到咱爱卖，就袂想讲我真实的身份，嘛袂怀疑我利用你去做啥物代志。看起來我甲志成拢输你，其实你才是上导演戏的人呢。你这意思是答应我嘛？当然啦、啊。要唔过有一点我真正想无呢，想到你要针对少强啊，佮有志成啊。阮祖家拄着危机的时阵，爷家明明会当斗三工，我计点点徛伫边仔看。这点我真正无法度了解，甚至有一种让人反背的感觉。今嘛，我反背赢啊！你唔惊我发现啊？我唔惊，我无想要让人发现，因为我无想要让我姐啊，伫夜间派出所人啊。啊，你面子放伫拖仔内底嘛？嗯。这个不是志成公司竞争对手的产品。啊，这是我要来研究的啦。我想要知影伊甲咱是差别到位啊。啊，要倒转来研究，敢需要像你遐心虚？无啦，你是我生的，有还是无？我敢看袂出来哈。我即马问你，你爱老实甲我讲哦。你敢有对不起雅家？把志成啊，佮有少强公司的机密讲予别人知影。妈，当然嘛无。你的想象力敢袂伤过丰富啊？一下讲我佮曹龙在交往，一下佮讲我出卖少强佮志成的公司。这个产品是我佮竞争对手迄边买来无对，要唔过我是买来研究的。研究了后，我着顺续佮伊藏伫拖仔内底。我买一个物件起来讲到安尼，不过我无想怕你看到，你看到你一直甲我问嘛。莫妮卡，我拜托志成，和你去伊的新公司上班。除了是我对你的信任以外，我嘛希望你会当重新开始。志成公司的产品叫人 copy， 我希望甲你真正无关系。啊，若无我真正就甲你同款，变作是叶家姐。哎呦，我就甲你讲无啊嘛，你问我一千遍、一万遍，我讲我无就是无嘛。好啦，我希望你哦，卖好嘛失望。你阁好好想看卖啊，我随时拢伫伊家等你哦。